曾经从刘茂手中敲出一支右外野的平飞安打，这球扫在左半边，考验左外野手，哇，没有接到，这个球滚到后面。王忠义现在绕过一垒之后上二垒，绕过二垒之后现在要试图上三垒，球转接回来之后还落了一下。一出局，跑者还是停留在三垒，打击轮到是郑兆航，这一棒扫落在中间偏左半边方向，打得非常深远，这个球还在飞，中外野手按左外手都过去，结果落地形成安打。接到球之后得要赶快回传，郑兆航现在要试图上三垒，哇，这个半这一棒把球扫落在右半边，打到的边垂位置很有可能落地，哇，又是一支长打的出现了。一垒上跑者现在绕过二垒之后绕三垒，要分回本垒，而打击的高建龙也分回本垒，这个球回传本垒也是个 safe。